心腹大疼，给雪儿下蛊，果然是你。他才是北派来喊你呢。你的性命我不关心，滚。痴梦姑娘，龙泉宝盒中的苗疆是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是苗疆的人。自古是万毒窟古王所制蛊符。又传国黑无常参见齐王。什么人会以左舵的名号发泄？大帅也太不拿本王这个盟友当回事了。皇帝谁当都一样。参见不良帅。那秦刚殿下不是一直想和这个女人逍遥自在吗？殿下得先帮臣办一件事。什么？你的任务有变，新的命令是除掉李星云。